Hola chicos, ¿cómo estáis? El español es uno de los idiomas más importantes en el mundo. Por eso también se usa como uno de los idiomas oficiales en varias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大家又知唔知我啱啱所讲嘅说话系咩意思呢？其实我系想话俾大家听，西班牙文系国际第二大嘅语言，喺好多唔同嘅世界组织，例如联合国、世贸，都会将西班牙语列入为其中一种官方语言。好多人会觉得学外语好难，又惊出去学会学唔识。其实我哋有英文作为根底，而西班牙文喺咁多种欧洲语言入边，又算系比较容易掌握嘅语言。所以其实西班牙文并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难学的，快点来上堂吧。Hola chicos, hoy en este video vamos a hablar de las pronunciaciones de A, B, C, D y E. A 在西班牙文里面叫做 A， 而它是西班牙文里面的其中一个响音，所以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会读 A， 例如 ajos。Amor. Gracias. B 在西班牙文里面就叫做 B， 而它跟 A 一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它都只会得 B 这个读音的。那我们一起看看以下的例子先。Besos. Brazos. Abrazo. C 的西班牙文就是 C，而它的情况有少少特别，因为它有几个不同的读音，而它的读音会因应着后面的字母而改变的。C 如果后面跟着的是 A、O 或者 U， 它的读音就好像英文的 K 音这样。例如 Carlos， Carlos 就是一个普通的西班牙文名。或者其他例子 Carne， Colombia， Copa。如果 C 后面跟住嘅系 E 或者 I， 佢嘅读音就会好似英文嘅音咁样，例如 fellow、fine、centro。咁我哋而家再睇下以下一啲例子啦，例如 cocina， 第一个 C 系跟住个 O 嘅，所以佢就发 K 音；而第二个 C 系跟住一个 I 嘅，所以佢就发音，所以成个字应该系读 cocina。而另外一個組合就是 CH， 在西班牙入面它的發音和英文一樣，都是發 CH 音，例如 coche， 第一個 C 是跟著一個 O 的，所以發 K 音，而第二個 C 是跟著一個 H， 所以就發 CH 音 coche。 而 D 的西班牙文就是 D， 而它都是屬於一個比較簡單的字母，因為它在任何情況之下它讀音都只得一個，就是 D。不过需要留意的就是西班牙文的 D 并没有英文的 D 那么重音，而只是轻轻的一个 D， 例如 dedo、 director。 E 的西班牙文是 E， 它和 A 一样都是西班牙文里面的其中一个响音，而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只有一个发音，就是 E， 例如 error、 enero、feliz。 咁我哋而家可以重温一下我哋啱啱学咗嘅头五个字母 A、B、C、D、E。Adios， hasta luego。Hola， ¿cómo estáis？ Ya hemos estudiado las pronunciaciones de A、B、C、D y E， ¿no？ Y hoy en este video vamos a seguir con los siguientes。Listos？F 的西班牙文是 F， 而它的发音和英文一样都是 F， 例如 elefante、 foto、 filosofía。 G 的西班牙文叫做 H， 好像英文的 H 音那样 H， 而它的情况就和我们刚刚学过的 F 一样，都是会因应后面的字母而改变它的发音的。如果 G 后面的是 A、O 或者 U， 它的读音就好像英文的 G 一样，例如 gato、 goma。 如果 G 后面的是 E 或者 I， 它的发音就好像英文的 H 音那样，例如 gente、 jengibre、 geografía、
咁大家可以再睇一睇呢個例子 gigante。第一個 G 係跟住個 I， 所以佢發英文嘅音。而第二個 G 係跟住個 A， 所以佢發 G 音。所以呢個字嘅發音係 gigante。而 H 嘅西班牙文叫做 Ache， 佢係一個非常簡單嘅字母，因為佢喺任何情況之下都係唔會發音嘅。例如 Hola、Hospital。而 I 嘅西班牙文就係 E， 佢係西班牙文入面嘅其中一個響音。所以佢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借低個發音，就係、是、E， 例如 bien、vida、italiano。J 嘅西班牙文係 hota， 佢嘅發音就同頭先嘅 ge 或者 gi 一樣，都係音，例如 hoben、hota、reloj。唔經唔覺，我哋又學多咗五個西班牙文嘅字母同埋佢哋嘅發音啦，分別係 F、K、H、E 同埋 Hota。未熟嘅就讀多幾次啦。Hola chicos, ¿cómo estáis? Hoy vamos a seguir estudiando las pronunciaciones. K 嘅西班牙文就係 K。但系 K 呢個字母係唔存在西班牙文入邊嘅，所以大家都好少會見到一啲字係會有 K 呢個英文字，除非嗰啲字係外來語，例如係大家成日用嘅 video call 軟件 Skype 或者係社交軟件 Facebook， 咁佢發音都同英文一樣，用翻 K 音。跟住落嚟嘅就係 L， 喺西班牙文入邊咧 ，L 有分兩個嘅，第一個就純粹得一個 L， 佢嘅發音同英文一樣，都係呢個音，例如 libro。Leche。 如果另外的一個呢，就是有兩個 L， double L， 而它的發音就會好像英文裡面的 Y 音 E 這樣，例如夜家、Boyo。 接著下來的 M 也都非常簡單，因為它的發音就跟英文一樣，都是一個合唇的發音，例如 Manera、 Mas、Caramelo。 跟住就是 N 在西班牙文入面都有兩個，第一個就是普通的 N， 它的發音跟英文的發音一樣，都是一個鼻音，例如 No、 Nube、 Nueva、 Nunca， 跟英文發音一樣，都是有很重的鼻音的。而另外一個呢，就是西班牙文獨有 Any，它就是 N 字上面有一條蛇仔 Any， 例如 Espanol、 Año、 Niño， 它比普通的 N 音會有一個更加重的鼻音的。不過大家要留意講 Any 和 Any 的時候要分清楚，例如 Año 是解你，但是 Ano 就變成男人的說話了。O 嘅西班牙文就係 O， 佢嘅發音就有啲似中文嘅 O 呢個聲音，而佢亦都係西班牙入邊嘅其中一個響音，所以佢喺任何嘅情況之下都借得一個發音，例如 Ojo、 Octubre。 而跟住落嚟嘅 P 亦都係非常簡單，因為佢喺任何情況之下都係同英文嘅發音一樣，有一個噴氣嘅聲音 P， 例如 Benelope。而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西班牙文名，例如荷里活有一個西班牙的女明星就叫做 Penelope Cruz。 其他的例子例如 Persona、 Beso。 可能就這樣聽大家會覺得 B 和 P 的發音很相似的，但是其實西班牙文裡面 P 的音是比較重，例如 Beso 是 B 的，而 Beso 就是 P 的。哇，咁快我哋又学多咗六个西班牙文嘅字母同埋发音啦，大家又记住咗未呢？好啦 ，Chico， 咁我 Styles 喺呢条片入边，我哋将会学 Q、R、S 同埋 T 嘅发音。Listos， 跟住落嚟嘅就系 Q，Q 嘅西班牙文叫做 gu， 但系要留意嘅就系 Q 永远都唔会喺西班牙文入边单独出现，永远都会连住个 U 嘅，但系佢嘅 U 就系唔发音。而它的音就是 G 或者 K，
看下以下的例子，例如 aquí、tequila。跟住落嚟嘅就西班牙文嘅 r， 佢嘅名字就系 r， 而佢嘅音 r， 相信唔少人都听过。但系大家唔需要担心，因为其实西班牙文嘅 r 并唔系成日都发出一个咁强嘅音嘅。如果一个 r 系一个字嘅开头嘅话，我哋会发出一个比较重嘅 r 音，例如 rojo、reloj。但是如果它在普通的字中间的话，我们并不会发出一些很长的音，例如 Ero Viernes Noviembre。 但是如果有两个 R 连在一起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发一个比较长的音，例如 Perro Desarrollo。 跟着 S，在西班牙的发音就叫 S， 而它的发音也是跟英文一模一样，例如 sexo、sol。 而跟着下来的 T 也是非常简单的字母，因为它的发音就跟英文非常相似， de、 de， 例如 datos、 tiempo、 viento。可能大家会觉得西班牙文的 de 即是 d 或者 de t 有些相似的，但是呢刚刚都跟大家讲过啦，其实 d 是比较轻音 de， 而这个 t 是比较重音 de。 哇，很快我们又学多了四个字母了，记住练习啦。 Hola chicos， ¿cómo estáis？ 我今天又来到最后一条片啦，而家就等我教埋你哋最尾嗰几个英文字母啦。跟住落嚟嘅就系 U， 佢喺西班牙文入边嘅发音系 U， 佢系西班牙文入边嘅其中一个响音，而佢喺任何情况之下都系只系得呢个发音 U， 例如 Ubas、Udi、Udimo。而跟住落嚟嘅就系 V。而在西班牙文入面 ，V 呢个声音是不存在的，它的发音叫做 b， 呢个音系同 B 完全一模一样。例如 ，vida、vivo。嚟紧嘅 W 在西班牙文入面就叫做 ubedo， 大家听落个名好像很难咁，但其实不需要担心，因为其实呢个 W 系喺西班牙系唔存在的，咁除非系啲外来嘅词语，例如系大家每日都会用的 WhatsApp。而跟住嚟嘅 x、eggs 喺西班牙边会有两个发音嘅，第一个发音亦都系唯一一个发音，就系、是、当我哋讲墨西哥 Mexico 嘅时候，我哋发一个 h 嘅 sound Mexico。但系 x 呢个字喺其他嘅字入边咧，都永远只会发一个 s 嘅音，例如 existir， 净系发一个 s 嘅音嘅。跟住落嚟嘅 y、igrega。其实它都有非常简单的字，因为它跟英文里面的发音 Y 是一模一样的，例如 Yo、 Yeah， 都是发回英文的 Y 音。有 Z， 它的西班牙文名字叫做 Theta， 它的发音就跟英文的音是一样的，例如 Thona、 Thapa。For fin， 我哋终于完成了西班牙文的28个字母和佢哋嘅发音啦。你仲未记得佢哋？系正常嘅。咁你而家就重温一下之前嘅片段啦。拜拜。